去，玩个开局就让我玩的手心出汗。有没有同学想去并村试一下？刚开始，这里头就是并村底层。你放心，那里的怪绝逼会教会你重新做人的。如果说你对地形不熟的话啊，虽然我对地形也一点都不熟，记不住，我只记得那很恶心。拿过了。差不多这个游戏我觉得进展到并村的话也就算是进行到这个游戏的一半左右吧。好，咱们回到闯火金丝场啊，带着魂回来啊，我们要升级。有悬崖的时候咱们一定要这样贴边走，别千万别掉下去，因为这个游戏可没有什么空气墙还挡你一下。好，升级。升级的话，我建议先升力气，因为可以拿一些东西。敏捷的话也升一点吧。我主要是得看我需要想拿什么东西，根据我的装备去升级。这个那个执剑呢？那什么什么亚斯特拉执剑，这需要多少？对对对，他需要这个就不行了。四剑其实也行，先用着。双手巨剑的话拿不了，太重了，24的力量。不过也可以啊，大家可以双手持它来试一试。就是所有的剑，所有的武器，你单手拿着它费劲的时候，就是没能力没有达到的时候，可以改成双持姿态。双持姿态就你拿不，你不用看你的能力啊，忽略你的能力，就直接就可以拿。这个需要加15点敏捷，我觉得有点多。哎，算了，我还是拿剑吧。双手巨剑，哼，是一个很屌的一个装备。哎，我升一下，接着升级啊，把力量先升上去。反正咱前期还有一个飞龙剑是要拿的，所以说，升级力量是不会有错。改成双持姿态啊，就可以。上来不用盾的啊，要用这把剑去打敌人，这太作死。这是正常的路线啊，这是正常路线。哇，我出剑比他慢多了。啊？嗯？我双持啊，我是双持，双持才砍那么点血。你有没有搞错呀？我去，双持不是不看能力了吗？这不，我被俩小怪追了啊。难道重置版给重置了？我砍死你啊！才8点血，你大爷的！我就换武器，已经受不了了。刺剑也不行。哎呦！这游戏是不会暂停的。赶紧换，躲着换。哎，先拿手斧。我这个盾最起码是很屌的。不了个是吧，就让我这样打。每次咱们做篝火，他肯定还会就敌人重新刷出来，但是我换个锤试试。哎呦，真让我蛋疼。本来想向大家秀一波，最起码刚开始我还是能记住的。所以说，我觉得刚开始我玩这个游戏，就前面这一部分我还是能小秀一下我的操作。没想到上来先是被那个 boss 给吓了一跳。
然后又被又各种死。哎，背后，你妹的，这还有一个人，不要死，走你！哎，没下去，顶上的又来了。哎呦，嗯，我自己掉下去了哈，这笨蛋。啊，700多，待会儿咱们可以又去升一级。哟，这家伙拿的盾牌活尸盾是，但是这儿应该是不会掉的，但这个是前期非常好用的一个盾牌。也是100%的扛物理的，就是咱们拿着它只掉精力就不掉血了，就会这儿要蹦过去哈，因为这边有一个牺牲戒指可以拿一下，蹦不好就拜拜。这牺牲戒指有什么用呢？就是咱们在死了之后魂不就尸体不就掉在那儿，咱们得去捡自己的魂嘛。但是由于你带了牺牲戒指的话就可以不掉那个魂，但是只能使用一次，所以说咱眼下是身上不是带着一笔巨款的话就不用带那个戒指。哎，幸亏不是悬崖。嗯，然后我在录这一期节目的时候我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不会每一次上来都老鼠，我不会每一次上来都重新就是给大家打招呼，因为我可能是我一口气先录很多，然后我自己在剪辑视频的时候把它给不是剪辑啊，就算是把它给分割成数段，因为每一期我想把这个视频的长度给做的都差不多一样嘛。然后呢我是想慢慢的去玩这个游戏，不会一天一下子给大家更新那么多集，可能就慢慢的更吧。这游戏的这真是太虐人了，我主要还是有平常有工作，有分分钟要去做，所以说大家也要多多的体谅一下，这个游戏更的不会很快。哇，你们两个二连击好牛逼啊，喝个血，我10个血了是吧？怕个毛线呀！二人转，哼哼，那记忆不错吧？这还有东西呢。哎，有埋伏哈！我刚夸了一下我自己，这游戏看来不能不经夸。喵了，他就跳上来就这样虐我，死去！喝个血，千万不要被围攻，这个游戏就是你千万不要被围攻。城外不死阵啊，这个地方，这个地图我还算是比较熟悉吧，有一点点熟悉哈，还有点印象，再往后的地图几乎就没什么印象了。每次走的时候都要左顾右盼，咦，看见没？这群老阴逼。哎呀，你就是欺负我用锤儿！哎，我真受不了这个锤儿了，攻击速度太慢了，然后威力也不是很大，垃圾残渣。然后这样等于说一绕，咱们又要绕回来，你会感叹这个游戏。
哇，这个游戏设计的好神奇的地图，你这儿可能还感觉不出来，但是你越往后玩，你就觉得我去，这地图设计成这样，简直我服。哎，怎么又来一个？好，不要紧哈。这个白雾门，就刚才背后那个白雾门是，就这个白雾门哈，里头是没有任何东西的，不用怕，过去就行了。OK， 往上走，这儿是不是可以跳过去啊？好像不行哈，好像得在更上面一层才能跳过去。我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前头有，哎呦，哦，对对对，有龙来了。我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前头可能记忆的还比较深刻，但在越往后，这个记忆就出错的很多哈，然后也有很多地方都记不住了。如果说我错过了什么，大家一定要留言告诉我。大家要在视频下面踊跃给我留言啊，告诉我后面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全都忘完了，真的全都忘完了。希望咱们在这儿能刷到那个活尸盾啊，这边这两个怪是会掉活尸盾的。哇，这个射箭的简直是准死了，这个射箭的，我去，你大爷了。木盾啊，前期这木盾也还算是凑合，走上去弄死他啊，你妹的，敲你三锤。这儿有个篝火，咱们可以做一下，看一下它会不会恢复到十个，我印象有点记不清了。升级一下，力气肯定是优先升，力气升到16，为了拿待会儿的飞龙剑。16点力气，我现在能不能？哦，你看就不恢复咱们的这个元素瓶啊，因为它这个没有助火的话，它就没有办法给咱们恢复到10个那么多，只能恢复5个。焰翅枪、流星锤，我看看还有什么。哎，我觉得还真是不如用一个斧头。刺剑是得需要12点敏捷吧，升2点就升2点，我觉得要不然的话先拿个刺剑。好，一旦做他们又该回来了哈，三锤敲死。哎呦，你妹的，还想阴我？那还有一个家伙，这俩兵是会掉他手中的盾牌的，他手中的盾牌是一个好东西。有几率会掉，但是几率不是很高，可以在这儿多刷几次。如果说你前期你慢慢玩的话，不像我这是做视频，我不能在这儿慢慢刷东西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刷，可以把他的盾给刷一下，他盾是好东西，活尸盾好像是叫。这儿有一个商人，算是第游戏里边第一个商人，但是他不能买东西，不能卖东西。买东西的话是要到，我想想啊，到那个世界什么大蛇出现才行。有什么东西是必买的呢？护符是必买的吗？钥匙应该是必买的，无底木箱。是必买的，但是我先最起码先买个钥匙，需要
必要灵魂术什么意思啊？这个这钱。然后咱们看他这个，这里头有一个短弓是必买的啊，短弓有，但是也前面有可能也会掉东西啊，咱也可以捡一个弩，但是我觉得弓是最好用的，咱们要买这个弓，钱比较少哈。嗯，走吧，先去刷一波，不是刷一波，是先去接着先往后打吧，待会儿再绕回来。往这边走，还有一些敌人。哦，他们出招比我快。你大爷的，你妹的！爬上去，爬上去，还得喝血啊！这点血太不安全了。哦，从这儿可以跳过去哈。那底下敌人都已经刷了，关键是十个飞刀啊！底下敌人已经开始刷，已经刷出来了。嗯，跳过去。OK。还想冲进来弄我吗？你又上不来。啊，这儿有一个轻弩，这个弩可以射人。那下去跟他打一下。哎呦！你妹的，竟然能扔，他可以扔火焰壶哈。哇！哇！走！慢慢的打，千万不能着急。背后不来人，他们一般就打不过我哈。小兵毕竟是。好，死掉。只要别冲到冰堆里。还有一个二人转，掉个武器吧，哥哥，我不想用锤儿啊，我去。现在多少？900多，还是不太够啊。捏魂。还是不太够。把魂给装备一下吧。啊，有7个这个。再把，这个也装备上。好的，来捏吧。有一个那个喷火的面具哈，你在捏魂的时候，然后哎怎么就往后一看，然后按着 B 键，然后让不是按着 B 键，按着什么，按着哪个按键，然后就让它喷火，就是你在捏魂的瞬间，就是这样一捏，然后啪一转身，哎呦，不对，就把那个面具给切出来，然后让它喷火，那样的一瞬间，你就可以。就是等于让他不停的就是刷你的魂啊，那个非常非常快，但是那是一个恶性 bug， 估计是已经取消了啊。就是你比如说捏一个20000的魂，他你就每秒钟能被捏个就是3-4下那种感觉，就是特别特别快，你的魂就是在不停的刷，然后你要捏100000就是。用不了个几分钟，你就有几百万的魂，你就有上亿的魂，特别的快那个。但是那是一个 bug， 我也不建议大家那样玩，
虽然现在可估计是没了，那个恶性 bug 必须得取消。以前的那个 bug， 但是真的是让我爽到了一逼。啊，这个木剑和普通剑是怎么选择的？木剑的话就是，威力稍微小一点儿，但是它的攻击力稍微，它的威力稍微小一点，但是它卖的非常便宜，就只需要三个灵魂就能买一支剑啊！就咱们全给买了吧，就买木剑就行了。然后那另外那个普通剑威力就稍微大了一丢丢而已。竟然臭不要脸的卖十个魂一支箭，哎呀，我是不买。哎，但是呢，就是那个，我刚才想说什么，就是你这好像这个弓箭不能带太多，还必须你一个只能带999支箭还是多少？所以说导致你不得不，哎呦，吓我一跳啊！导致你不得不就是。带两种剑，那你不能光只带木剑了。但是咱们现在这有100多支木剑是够用。哎呦，等一下，我剑是需要敏捷的，我印象当中哈，所以说拿不起来，还必须得12点敏捷，我得升两级，升两级敏捷，捏魂。这会儿不刷魂是看来是不行了啊！敏捷700多，我只有400多，刷一下，简单刷一下。这次我感觉运气不是很好，就一个锤儿能让我用到现在，我去。但是当咱们到600多的时候就可以，到那个700多的时候可以回去升级，把敏捷升上来，完了之后还可以拿那把刺剑哈，刺剑也是可以的，刺剑最起码，虽然哎呦，老是按错。哦，哎，掉东西了啊！刚说运气不好，看什么？啊，枪啊！我去！啊！900多的魂，可以了，走吧。敏捷升到12点，这弓必须得拿上，太重要了，这弓升级。好，弓可以拿了。哎，我那个细是不是可以换细剑啊？细剑呢？啊，刺剑啊！看看，换上，换上，换上！好，哎呦，我忘了坐那儿了，已经。虽然他虽然攻击力不高，但是他攻击速度还是挺猛的，是吧？家伙看见我了，必须得弄死。短剑，短剑，看一下短剑啊。其实刺剑我也不是很喜欢用，就是那种挥舞的那种剑还是比较好用的。哪有短剑啊？哦哦，在这儿，才78点攻击力，
四剑七十五，各个方面还都可以哈。拿短剑吧，还是比四剑还稍微好一点。燕翅枪的话其实是可以的，只不过重量有点重，燕翅枪，然后它需要敏捷也比较多一些。这边咱们把弓拿出来，然后开始先把房顶上这些家伙给射死，还得三箭才能死啊。牧王什么什么，牧王手下被打败，牧王啊，那个地方我是真不想去，我去，太黑了，黑的吓人，各种死。刚开始这地图还算是都比较亲民一些，比较简单啊。死去。这怎么收起来弓啊？前面还是有敌人的哈。走你。那到狭长的地方咱们按重攻击啊，重攻击就是可以刺出去的铠甲。现在不用换装备，换装备那个什么，就是咱们肯定跑不动啊。哟，哦，他竟然刺中我一剑，这混蛋。呀，你牛逼，你牛逼。哎，掉东西了，楔形石碎片，我去，给我掉个这升级武器用的啊。这门印象应该是开不开。我想想啊，看一下负重，主要是负重的话，现在我是51点负重，我的装备的重量是12.5，到不到？我算一下啊。我这算数太差了，我拿计算器吧，就是51除以4，51除以4等于12.75，也就是说我现在负重还没到四分之一啊，只有12.5。看一下，啊，站的还比较快哈，但是待会儿去一拿那个飞龙剑的话，我肯定就不行了。如果说再换一个那个盾牌，剑太短了，感觉。哎呦，你吓死我了！你，我去，我们俩都好短啊，感觉。这儿有一个宝箱，这个宝箱是不是假的？有后期还会出现那种，不用很后期哈，就会出现那种其实假宝箱，然后一口把你给吃掉那种。但是它里头是真的还是有东西的，你不得不拿。从这儿上去，先往上走，让他们上来打咱们。有人不停地给我发信息啊，好讨厌。死吧你，短剑还是很屌的，比那个锤好用，虽然它也不是很屌，我觉得，但是比那个好用，直接一下秒。跳击的话通常都是一下秒。这个民宅的钥匙咱们进来需要拿一下，主要是因为里边有黄金松脂。这边没东西了吧，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能增加咱们武器威力的附魔嘛，等于说是给它附上武器属性。上楼好像还有一个射手哈，
呦，果然，哎呦，还喝血，哎，掉了一个什么装备，不用想了，7点多的重量，我去，不用想了，不用想了。哎，你来了，我不用你引你了，一个一个引。你到底跟不跟我跳二人转啊？拿弓箭一个一个引过来打哈。好，还挺牛逼，四箭的姿势还挺帅的。这个其实都不用引过来了，因为底下总共就仨。哼，啊，刺剑的姿势多帅！别看人家是个小骷髅，我怎么老是被刺不了呢？我这这边下去可能是要打那个一个家伙。我屋有陷阱，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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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哼，我想一下，这个是可以被磨死的，我记得这个家伙是可以被慢慢磨死的。我想想怎么磨它，是我记得是上到一个地方就可以。咱们待会儿爬到这个楼梯上面，好像他不会爬楼梯，这种怪好像是不会爬楼梯，这个比较屌的一个家伙，他身上如果说咱们人品爆发的话，掉一个他的装备，那就发财了，那就慢慢走过去，然后背刺他一下，先能消耗他一些血。哦，对不起，我觉得转身了他。啊，哥哥，不要追我，不要追我。哎，他能上来吗？不能上来哈。哼。啊，我去，这怎么办啊？就一直在那儿待着，哎，好，卡住他了，好像哈。一滴儿血，哈哈哈哈哈哈！我这，不行啊，不行。爆头才13点血，慢慢磨死他。又拿盾了，但是我打的不是他的盾啊。啊，他不会爬楼梯，这个太好了。嗯，你大爷，这怎么磨呀？这磨不死他呀，我觉得磨不死他，我死定了就。这太不好弄了啊。想个什么别的办法呢？也不过来，这货这。
趁这时候打他几下，你看又开始了。他举起盾，我明明抱的是他的头，他竟然举盾也能挡住。哎呀，太难受啊，太难受。我这点血待会儿也打不成那个牛头人了呀，关键是咦，还在那儿攻击我，待会儿是一场 boss 战啊。你打，你牛逼。没打，又是一点血，哎呀，讨厌死！我真想跳下去一个重劈劈他一剑。这背后你也能防吗？你咋那么屌啊？你这么屌，你父母知道吗？主要是他有一招我不能防，好像是有一招我是不能防，我防御是防御不了的，要不然的话我是可以跟他打，可以慢慢跟他磨一下。看他，你屌的好屌啊，要不然我下去跟他拼一下。哎，可以扔火球哈，扔不住啊，我去，他老是在这儿乱走。让我射你几箭，你妹的。有人说可以在这儿卡的呀，怎么卡不了了？重置版修复了这些 bug。 我去，突然躲开，这么屌。哎，这不是办法，我决定不跟他闹了，喝个血。快上楼梯去！我知道怎么磨死他了。劈劈劈，让你劈！哎呀，没打着！我去，劈一剑。掉好多精力啊！上去！太吓人了，太吓人了！你妹的！我真的受不了了。看用火球术打的能掉多少血？我去，才14滴啊！呀，我去！啊，打60多滴血啊！这90多滴血，死去！啊，磨死了，磨死了！楔形石块。
我去，啥东西都没掉啊！不过那儿有一个戒指。嗯，这牛头人让我怎么打啊？